第十题问我们哪一个是天然的聚合物，这里面的选项 B 脂肪跟选项 C 乙酸乙酯这两个东西都不是聚合物，那么亚克力是人工合成的东西，所以它不是天然的聚合物，所以呢我们的答案只有我们的 A 纤维素，纤维素是由葡萄糖所构成的天然的聚合物，所以第十题的答案我们要选的是 A 纤维素。